们去年因为疫情就没有办那个感恩大团圆，大家去年没有办感恩大团圆，我们就送了大家一个保温杯。这个提的是什么？温杯满溢，是我们五军弟兄啊，特别给我们弟兄姊妹们祝福的。啊，诗篇23篇第5节，在我敌人面前，你为我摆